着牵挂，那些伤疤总会结痂，簇拥成时光的花中会有人为你摘下。苏维安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病？没有啊。那他家人呢？他家人有没有什么遗传病之类的？没有。维安大学之前的体检是我们一起做的，他身体很好。他爸爸是车祸意外去世的，去世前年年都参加马拉松，身体很健康。他妈妈每天都跳广场舞，也很健康。你问这个干什么？没什么。徐医生，怎么样了？怎么样？放心吧，脏器没有损伤，只不过创口较深，失血过多，已经输血800cc， 还在昏迷中。先转到病房观察吧。那我们现在能去看他了吗？都这么晚了，让病人好好休息。病房有值班护士，会照顾好的。对了，徐医生，我想麻烦你，让伤者做一个全身的 CT， 或者核磁检查、心脏彩超、血常规。肿瘤标志物等都全部检查一下，给他做一个全面的体检。有什么问题吗？你怀疑我的医术？不，是有些别的事情，我需要确认一下。行，我去开查体单。桂生，为什么要给文安检查身体啊？你整天跟他形影不离的，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没有啊。桂生，你别吓我。问他怎么了？他生病了？但愿没有。捡回一条命，还是得好好活着。哎，小苏，醒了，感觉怎么样？好多了，谢谢你啊，徐医生，医术高超，救了我一命。你啊，不用谢我，要谢呢，就谢顾医生，他看你出事儿着急坏了。哎，要说这神经外科医生，那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他怎么看见那么点血就慌成那样？也没见他来看看。昨天晚上，他一直等到你手术结束之后，看见你没事儿，他才回去休息的。包了吗？什么包？就我随身带那，我东西都在。哎，你别动，刚刚好。你，我跟你讲，你这样一动，伤口容易撑开。那个包，
我记得昨天江凡也手里拿着呢，丢不了，放心吧啊，你先好好休息啊。谢谢你。苏维安警察一切正常，指示板下午给你。他到底在发什么疯？小老板，小老板，苏凡也醒了。好。小老板，你有听到我说话吗？苏翻译醒了，你不去看看他？昨天收治的脑肿瘤病人手术安排在今晚，术前准备做好了吗？不是，小老板，苏翻译受了这么重的伤，流了这么多血，你昨晚急得跟像丢了魂，今天怎么像没事人一样？我想好了，找死是他自己活该，我现在不想看到他。维安，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死了我怎么办？江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苏翻译他醒了。醒了关我什么事儿？你们不是好闺蜜吗？你不去关心一下他？我不去，他不需要别人的关心，我还有工作呢，你别挡路。什么情况？这个药 ，Take this medicine twice a day. OK. 这个你帮我给维安。哎，你别看，里面是维安的内衣裤。那你给我干嘛？我去送不太合适吧？哎呀，让你给你就给。小老板，你也太口嫌体直了吧！说不关心苏翻译，那你在这干嘛？啊，嘴巴有点干，去拿盒棉签来。里面都有。是你。有人说你嘴巴干了，委托我，让我来给你擦一擦。有人？谁啊？我不能说。顾云真吗？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这个。私人义务，你可别误会啊，这是另外一个人委托我送给你的。另外一个人，江江，我可什么都没说。这些委托你的人，怎么不自己来看我？是因为他们工作太忙了，还是不想来看我？我也不知道。你快点好起来吧，好起来了你自己去问他们。既然这样，那你也帮我给有的人们做点事情吧。好。
怕你忘记关风扇，让我一定来看看，怕你着凉了。有人是谁啊？哎，反正就是有人嘛。方明凡。你这给我喝的什么东西啊？啊，我说这黑乎乎的，这泥浆，这啥？我知道这是某人私藏的珍品咖啡豆，可是我又不会磨也不会冲，好像是给糟蹋了。哎呀，你们好烦啊，一个个都好难伺候，让我一个外科医生去搞服务行业，还要替你们保守秘密，我太难。那估计已经拆线了吧？恭喜你啊，你的服务业生涯应该可以就此结束了。文案的报告这么快就出来了？这各项指标都挺正常的呀。岂止是正常，简直是比我还要健康。你还把药吃了？哪有这么喂药的？这个呢，是你的体检报告，你自己看一看。什么时候做体检啊？苏维安，我以为你是身患绝症，所以才会不顾一切的去亡命，看来是我想错了。你健康的很吧？我看到你的保单了。人固有一死，或能赔10万，或能赔100万。我想看看我能换多少钱。你一分钱赔偿都拿不到。谁说的？苏薇安，如果你再这样一心求死，我一定会去保险公司举报你，说你骗保。我说到做到。什么骗保不骗保的？再说了，谁说我去送死了？那你也不算是见义勇为吧？你就是想要死。从你退学，来到拉卡亚，到我遇见你，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我算是看出来了，你究竟是在图什么？与其看你这样天天花样作死了，不如就让我用我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帮助你。你想干嘛？你不就是想安乐死吗？这下你也不用想着如何去瑞士，我刚刚给你吃的药就可以帮你愿望成真。不是你有？没用的，这个药一吃下去就会迅速溶解。我招你惹你了？这个药呢，使用龙血树树脂、仙人掌汁、大王花瓣，还有睡火莲梗和公鸡血混合制成，是从前巫医用来帮助那些身患绝症的病人脱离病痛的苦海用的。你只要吃下去了之后，就会在睡梦中安详地死去，不会受到病痛的折磨。神神叨叨的，一听就是巫术，根本不是什么正经毒药。这确实不是毒药，这是可以帮助想要安乐死的人的幸福药。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浑身发热，还有一点点口干舌燥，想要喝水？起作用。你草菅人命。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下药确实是草菅人命，但是对于你来说，只能说是助你一臂之力吧。你肯定在骗人。我没有骗你，苏薇安。
我以前以为你是为了我去死，但是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你随时随地都可以为了一个陌生的小孩，为了任何东西去死。重要的是，你不是为了什么，你就是单纯的不要命。你放心吧，等你死了之后呢，我就把你剖了，把你的心肝脾肺肾全都拿到黑市上去卖了。以咱俩这个交情，我一定会把所有的钱都转交给你妈妈。哦，反正我死了你也难逃法网。那我就算是舍命陪君子吧，成全你。干什么，苏维安？你别乱来！你躺好了，你躺好了，还有六个小时呢。你听我说，这个药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你只要吃下去了之后，它就会迅速的让你脏器衰竭，除非你现在喝大量的水，稀释掉体内的毒素。不想死了。你大声地说出来，说你不想死了。说呀。说呀。我不想死了，我想活着，可以了吗？怎么又想活着了呢？说说为什么？你说出来了，我就把水给你，我还给你解药。多活一年赚一年，这么早死，岂不是很浪费吗？还有我妈还在家等着我呢。行，我承认我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可以了吗？喏，解药。硫酸亚铁片，顾云芝，你骗我很有意思是吗？苏维安，你不是一直在考虑死了之后的事情吗？遗言、银行卡、保单，样样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但是如果这真的是你生命当中的最后六个小时，你会做什么？这个不是。不管是不是，我希望你可以记住你今天说的话，你不想死，你想活着。你这条命是我救的，我希望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再这样轻贱自己的生命了。下雨要记得打伞，天冷要记得加衣服。如果你有个什么头疼脑热，我唯你是问。把那个硫酸亚铁片吃了，你有点贫血。顾医生，维安他现在怎么样了？我看他是挺好的，但愿他是真的可以把我的话听进去了。
江江，哎呀，你终于来看我了，我都快想死你了。你现在还有哪里痛吗？肚子上破了一个洞，想大美女抱抱才能好。你知不知道你那天晚上跟我说了什么呀？我告诉了你我的银行卡密码，你能不能把它忘掉呀？薇安，我们上学的时候，你跟我说，以后要一起去冰岛看极光，一起打卡景海所有的奶茶铺。不管谁先结婚，另一个都要给对方当伴娘，还要当孩子的干妈。等我们老了，要一起去一个春暖花开、面朝大海的地方养老。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当真了。但是你呢？你一声不吭的就来到拉卡亚，而且又是进橘子，又是挨刀子，还跟我说你要跟艾略特私奔。江江，你别说，你先听我说。我就想问问你，你做什么决定之前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呀？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这个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死了，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跟你妈交代呀？江江，对不起。我知道我笨，没用，天天跟在你屁股后面瞎晃，也帮不了你，你带着我就是累赘。江江，不是那样的，你听我说。你别说了，薇安，我已经想好了，我过几天就买机票回国。我们都长大了，我不会再黏着你了。江江，知道自己吃了毒药，怕睡着睡着就醒不过来了。躺太久了，想出去透透气。走吧，我陪你去。不用，没有那么夸张，我又不是断手断脚了。什么呀？带你上路。到底去哪儿？待会儿你就知道了。苏维埃，你知道胶质瘤专家对我意味着什么吗？所以大半夜把我推到这里来，
就是为了让我听听国内最年轻神经外科的副教授你的光辉履历啊。我每年诊治的胶质瘤患者当中，大部分都是三期和四期的恶性肿瘤患者，他们的中位生存期在15到17个月。我见过刚刚上学的小孩，马上大学毕业的学生，很有才华的画家，还有刚刚退休准备和老伴儿一起环游世界的老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真的特别有趣，我很想和他们交朋友，但是我不敢，因为我心底总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他们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记得有一对夫妻，丈夫得了胶质母细胞瘤，电厂治疗一年的费用就要将近100万。他老婆把房子给卖了，一个人照顾生病的老公和要考大学的孩子，特别的坚强，特别的乐观。还有一个母亲 MRI 显示预后特别不好，在诊室里他就哭了，苦苦地求我，希望我可以让他多活几年。他想教刚刚上幼儿园的孩子自己穿衣吃饭。其实像这样不肯向死神妥协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再绝望的情况也有人绝不放弃。苏维安，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把生命放在眼里，我只是想告诉你，你周围的人都很关心你。江木影，你妈妈，还有我，你的生命对于爱你的人来说真的很重要。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像现在这样可以赏着月色闻着花香的时间真的很宝贵。我也想活，苏，干了干的啥事 ？Salut， merci beaucoup d'avoir sauvé mon bébé. Vous êtes une étoile de chance.Et m'aider à chasser le malheur. 他说我是幸运星。第一次有人这么说我。C'est tout ce que nous devrions faire. C'est rien. La prochaine fois que la pleine lune, je l'emmènerai à la bénédiction à l'arc-en-ciel lunaire. Arc-en-ciel lunaire. Vous me parlez tout de suite.行。刚刚伊萨跟我说，当地人有个习俗，妈妈都会带着她的孩子去暗夜彩虹祈福，希望给孩子带来好运。最近能看到暗夜彩虹的地方在拉贝村。
看着我干什么？我脸上有钱啊。拉贝村很远，坐我的车给你打八折。还想着做生意，看来你是可以好好的活下去了。你愿意陪我去看暗夜彩虹？那就这么说定了。哎，江江，别走呀！别走嘛！坐下吃会儿，我饿死了。来来来来，快坐吧。坐。哎，今天你看，这是你最爱的火锅。拉卡亚物资有限，我把能买的全都买回来了，你快尝尝吧。先吃个毛肚吧。以前咱们点红油火锅的时候啊，必须点毛肚，你最爱吃了。毛肚要七上八下。时间越久就越老，又难吃又嚼不动，还不如丢了算了。妈，我自己吃。煮肥牛吧，肥牛煮不老。酱料，这是我为你专门调的爱心酱料，他们都没有，只有你一个人有。你快尝尝，可好吃了。红油锅底本来就很复杂了，酱料就用简单的香油和蒜泥就行了，简单一点不好吗？我吃，我最爱吃红油锅底配麻酱。红糖糍粑，吃红糖糍粑。这糍粑虽然在拉卡亚到处都能买到，但是这红糖可不好买了。你快趁热吃。红糖糍粑，又甜又腻，吃多了粘牙还不消化，甩都甩不掉。那喝可乐吧。把可乐给我，可乐配火锅就像咱俩一样绝配。可乐的气泡会加重辣的疼痛感，哪里配了？江美啊，是不是有点过分了？看素媛都受伤了，还给你准备这么一大桌子吃的，还都是你以前最喜欢吃的，怎么突然变了？那人本来就是都会变的呀，不是吗？香香，你别说这样的话。对不起，我知道，我知道我让你很生气。香香，你来拉卡亚开开心心度个假，千万别因为我影响心情了。我知道我这个人做事儿又鲁莽又冲动，还总忽略你的感受。如果一定要说一个累赘，那这个人肯定是我，怎么会是你呢？如果你真的要走，我肯定不敢留你的。但是我只想告诉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以前是，现在是，未来也是，永远都不会变的。别生气了好吗？
你伤口还没愈合呢，不能吃辣。好，不吃不吃，我吃清汤的。你不生气就好。哎，小老板，趁我们说话的功夫，你把好吃的都吃完了。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如果有呢，那就吃两顿。对啊，多吃点，来，来，多吃点。你们也真闲，在拉卡亚哪里搞得到毛肚和鸭肠啊？那还得多亏食堂阿姨了，鸳鸯锅都能搞来。来，吃这个。送给你的。德艺双馨，妙手回春。所以你现在的状态是春吗？诚心诚意感谢你，干嘛讽刺挖苦？这锦旗是不是只有我有？不然呢？许医生给你做的手术，你怎么感谢许医生呢？我答应帮他翻译两篇文献，怎么了？所以说这锦旗就是只有我有。东西都收下了，那你是不是应该帮我做点事情？苏维安啊，你这锱铢必较的性格还真的是刻到你 DNA 里面去了。今天呢，就辛苦顾医生陪我出去一趟。不辛苦，不去，我待会儿会有一个手术。但是我已经看过排班表了，从现在开始，今天你没有任何的门诊，你急手术，顾医生，只能是你了。为什么只能是我，不能是另外的其他人？因为你不是其他人啊。那我考虑考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算起来你也算是半个父亲了。父亲？嗯。不去了。那我就让全医院的人都知道，中国医生草菅人命，无视患者需求，不顾手足同胞之情，又冷血又没人性。你少来，随便你，反正我不吃你这套。停这儿吧。哎，你小心。就这儿吧，在这儿买手机。苏维安，我看我上辈子真的是欠你的。哎，可不是上辈子啊，是上一次。上一次？你把我手机扔给人贩子的时候很顺手吗？那个是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那么情急啊？那怎么不扔你自己的？扔我的？认我的将军的人能找到我们吗？将军的人是你找过来的？你以为呢？神兵天将，你跑去开摩托，我就给江木引发了消息，共享了手机定位。老谋深算。哎，苏老板要好好考察一下拉卡亚的手机业务，没准还能发现新商机。您随便选，看上哪部我买单。不错嘛，有觉悟。Monsieur, donnez-moi le téléphone le plus cher et récent, s'il vous plaît. OK, voici un dernier modèle. Comment vous en pensez?S'il vous plaît. C'est le dernier modèle. D'accord. 没有听过这个手机牌子啊。
Je veux le plus cher. Ok. Un autre? C'est beaucoup plus cher. Si, si, ok. Ça coûte combien? 280 dollars. Non, bien. 折合人民币才1000多块钱。 Y dile quelque chose de plus cher? 不着急。 哎, 您慢慢选, 选到喜欢的为止。 反正都是我来买单。 不着急, 不着急。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家店没有贵的手机啊? 我怎么能知道呢? 这家店是你选的。 没有喜欢的? 这部不错。 prenez ce modèle? Merci. 这款四卡四带啊，还带美黑功能，铃声的音量还特别大，我建议换着用。那么好用，你自己留着用，还我原来的手机。好好，不喜欢是吧？不喜欢咱就不要了。哎呀，反正也没有人找你。哎，算了算了，我要白不要。 On le prend. Il le paye. D'accord. Combien ça coûte? 280 dollars. Oh, votre buddy a mis très rendu. Non, nous ne sommes pas ce type de relation. ¡Gracias!